OK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看一题比较难的哦。OK，这个120占150的百分之几？那么通常你就是这样做嘛，分母就是150，分子就是120。那么通常我教你是这样子做哦。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啊，这边有点难哦。OK，有点难的话，你要在这边越减先哦。那么最好是可以。让它容易乘五还是乘二十的，乘五还是乘二十，在这里哦，乘五或是乘二十的。那么在这里我先越减先哦，OK，越减呢，我这边就是删掉，然后这边我也，它们共用了，比如说是除以三，那么这边呢就是。四三十二嘛，五三十五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边就是五咯，这边就是四，三念在心中，五三十五，四三念在心中十二，所以四三十二，五三十五，所以 OK 哦，所以这个五呢，换句话说啊，是这样哦，它是五分之四来的，五分之四。那么五分之四呢？五要乘什么得到120？20。所以呢，这个4乘20就80。所以就是100分里面你拿80分，所以就是这样80分。所以就是80%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你看，可能刚才你这样做的时候，150蹦墙换去100，你先越减这边先。然后才来乘，就很容易得到答案了。OK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